一天不轻，浑身难受啊。这台球子，你说啊？感谢大家老铁啊，刚进行了一套皮尔利 EXS02 啊，小灰杆老铁，板板正正啊，走你，给老铁整个轻一个啊，轻一个。哎呀，这个局面打啥的啊？轻一个呀，好像大号球好点，是不是？朋友们，那咱打大号吧，这球打13啊，打13的话有点够不着啊，中低杆啊。12号一会儿得处理啊，12号我看看啊，打14高杆吃一扣 K4。看看 K 完以后的效果啊！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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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咋整啊？这整这儿来了啊？这不好弄了。哎，这球打11，高杆一库 K7 啊！今天就玩 K 球了，今天啊 ，K 下七 ，K 跟七旁边的12，看这球 K 老铁帅不帅啊？这不是解开了吗？12底带一个大薄球子。一个大薄球子，这球啊，必须薄它啊！哎呀妈，这球整的差点掉带呀！然后这球可以打15中带，你知道吧？15中带啊，这球看看啊，中低杆，能不能 K 一下9？太硬了，这球，这台球老铁啊，你这敢这么写吗？这剧本啊，9传10。这球就这么给人整进去了，然后9叫黑八，我看看，黑八搁下面呢，这球得是低杆左塞了啊，低杆左塞，看一下啊，左塞啊，下去，哎，牛逼，这球胜败在此一薄啊，黑八底带薄的溜的。能不能行就看这杆了，这球轻的太牛逼了，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，这杆真好使。